好了，再回到洋房，山西地真善美传存在第二回合的赛事，场上林慧跟张静林都是地狱飙人三杆的成绩，竞争是十分的激烈。而石成全的目前则是地狱飙人一杆，黄静的则是 even par 的成绩。最后的第十八弄，这是李承勋，李承勋这一个球用滚的，也滚蛮远的，毕竟手上拿的是一支木杆，虽然没有打中，不过这个球呢也是滚到果岭前了。新纯百惠在球道左边，他的第三杆，也是短一点点，并没有能够上到果岭。张建林目前是负四，不过这个球是进到沙坑里面去了，比较远的一个沙坑球，不容易处理。对，第三杆的是有点打过头，待会儿第四杆还要再切回来。目前是地狱飙人四杆，而李承勋的第三杆切上来如何？应该不错，应该不错，哇，漂亮！有机会呢，在这一洞最后一洞呢，再抓下一支 birdie。新纯百惠的第四杆进来，也不错。张建林再切的话，他的第四杆。哎呦，哇，力道有点保守哎，待会儿再来救这个 par。对，周怡纯的 birdie 推杆，张建林最后的这个 par 推杆，哎呀，可惜第三杆不好切，第四杆也是切短，因此在最后的这个五杆洞呢，那张建林必须要吞下 bogey。而新城百汇这个回合七十八杆的纯净两轮科技则是高于标准杆十三杆，张静可惜了，最后一洞这个 par 5是吞了一个 bogey， 因此呢，今天是六十八杆的纯净两轮科技呢是低于标准杆三杆。好，李承勋最后 birdie birdie 的收尾还不错，两个回合他的总成绩是高于标准杆十七杆。周一晨最后一洞则是打 par， 他今天是七十三杆，两个回合的总成绩呢则是高于标准杆两杆。石成全目前是负一的成绩，最后的三个洞十六洞当然也是一个 par 5。第二杆攻上来，哦，跳上来喽，跳上来喽，哇，哦，一个机会。严纯熙。哎，也跳上来，嗯，不错，不错，不错。滚到后方的果岭边缘的位置。陈思涵的第三杆上，然后刚好是跳上果岭，不过待会的 birdie 推杆当然距离会也比较远。王永贞这边也是他的第三杆喽，转眼右边，然后顺着下坡往下滚，应该不错，应该不错。陈思涵下坡来一个，我这 carry 这个。打一的动作也是蛮敏捷的，啊，严纯熙抓左边吧，哦哟，再抓的更左边了，而且这个球最主要力道不够了。申璇这是有机会可以推 eagle， 哦，这个力道也是蛮积极，很想要抓这只 eagle， 看起来应该是可以抓下这只 birdie。目前负一的成绩，抓下 birdie 的话，负二会变成只差一杆哦。那王永贞这一个球打轻了，自己也是觉得有点懊恼。对呀，这支 birdie 并没有能够抓下来，在这个五杆洞是只有打 par 而已。严纯熙在推，还是要抓一点左边。Yes，nice birdie。盛璇这个 birdie 没有问题，抓下 birdie 之后呢，是上到了两个 under， 剩下最后的两个洞还有机会追赶上来哦。张静玲是低于标准三杆的成绩，那另外陈思涵这一洞也是打 par， 哇，今天的状况陈思涵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了，还好了。
然后最后的第十八洞十乘拳差一杆两个安的这个第二杆如何？这个第二杆刚才也是在第十六洞 par 5的球洞抓下来一只 birdie。在中午之前呢，感觉上这太阳还蛮大的哦。不过进入到下午的比赛最后的这几组呢，哇，风变得蛮强的，而且这个太阳也躲起来了，天气似乎又开始有点会有所变化的感觉。那石成玄第三杆上来呢？对，刚才停下来，刚才停下来，待会儿看这个推杆如何。那严纯熙第三杆不错，哎呦，蛮积极的。石成玄，哦吼吼，最后洞真的抓下这一只 birdie， 十六洞 birdie， 十八洞也是 birdie， 在最后的这两个五杆洞呢，都抓下了 birdie， 所以这个回合是七十杆的成绩，两个回合合计跟张建林一样，都是低于标准杆三杆。王永贞，对，张建林跟石成玄呢？稍后也是必须要来进行延长加赛来决定了这个礼拜阳明山西地真善美传承赛的冠军。今天两人表现都是相当不错，石成玄是七十杆的成绩，张建林是六十八杆。那两人在打完两个回合的赛事都是三杆的一百四十一杆。那林一会有最后的几个洞是表现比较不理想，最后在今天是缴出了正义的七十三杆，两人合计则是一百四十二杆。黄金呢则是一个安德的一百四十三杆，场上是名列第四，名列第五的是戴佑山 even par 的一百四十四杆。那在女子 A 组获得第一的是平仲朱娜，女子 B 组是王永贞。女子西组郑以欣，男子西组呢获得第一的是洪义凯，那在女子 D 组呢则是郑雅薇，男子 D 组的第一名呢则是蔡天富。所以原本的这个并列领先的张敬礼以及石成玄呢要来进行延长加赛，不过呢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场上的天气又有变了，那在场上这个打雷下雨的情况之下呢，那因此呢在下午的两点四十分大会也宣布这个礼拜的赛事就是由张敬礼以及石成玄两个人并列冠军。那这当然也是这两名选手在今年赛季所拿下的第二胜。六月份的时候呢，石成玄是有拿下一场台湾强公开赛的冠军，在雾峰球场所举行的比赛，而在上一场呢，在黄金海岸球场所举行的 TLPGA 之友公开赛呢，张敬林则是夺得了冠军，所以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呢，两人都是拿下了两场比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这两位球员在这个礼拜的阳明山西地公开赛当中这场传承赛当中是并列冠军。比较会进，那比昨天好很多。我今天大概二十二推，那昨天三十二推，所以其实我进步了十杆，所以这就是差别 ，you know？ 对，那其他其实就差不多都这样，就是推杆变好了。对，其实我昨天打得比较直，只是今天推杆还蛮运气蛮好的，都是蛮远的就推进去了，所以就是我觉得今天运气很好了，就这样。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还蛮想打 playoff， 因为我没有打过嘛。那但比赛还是会想要有一个输赢出来。然后，但是最后天空好像不作美，所以也只能这样子了。
当然自己也会想要打，因为就想说，对啊，要拼个输赢这样子。那可是就是没办法的那的状态下，那当然不可能猜拳抽签，就是觉得那共同冠军会是最好的选择。对，当然有，就是自信上一定会增加许多。那希望这个自信能延续到接下来后面的赛事，就是九月之后会有越来越多赛事开始。那也希望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带着，然后就是下半年能好的表现。对，其实还好哎，没什么特别的起伏，但是也很开心自己可以表现的，就因为上一场表现的其实不太好，所以也很开心自己可以在短时间赶快调试过来，然后有稳定的表现。对啊，他们再次的恭喜石成璇以及张静玲在这个礼拜的赛事当中精彩的表现，并列冠军。以上就是今天的博斯高球台呢为各位播出的杨房山西地真善美传承赛的赛事精华，感谢您收看，我们下场更精彩的 TLPGA 赛事再会了，拜拜。